这是2009年在垦丁龙銮潭拍的大批黄头鹭被东方之狂搅得满天飞的震撼画面。自从那一次以后，我每次来垦丁一定会来龙銮潭看看。10月14号一大早，龙銮潭有点冷清，黄头鹭没几只，只能静静的等待。开始有了动静，蛰狂出现了。今天黄头鹭的数量并不多，它们陆陆续续往南迁，这里的数量随时都在变化。蛰狂有两只，出现的频率算蛮高的，我大炮小炮轮着拍，忙得很了。这只是日本型的齿幼鸟，白头，这个特征比较明显，好认。这是用600厘米加2倍镜加1.4倍镜，再以 DX 的方式来拍，它的焦长是2520，这个焦长在这里用起来也相当好用，相当够用了。子鹿似乎对蛰狂也有几分忌惮。这只是中国型的雄幼鸟，白头蛰狂很悠哉地漂浮在草泽上空，它常停在水边，只露出一颗白色的头。Thank you.
背驮的雄幼鸟抓到猎物了，但是它在草丛中，我们看不到它的猎物。不过从它的动作就可以知道它有所斩获。很可惜没有拍到它抓到猎物的瞬间。东方泽狂他们抓到猎物以后，大都躲在草丛中去吃，所以往往要等很久他们才会出来。没有想到东方泽狂他会攻击黄头鹿。黄头鹿的个子跟他差不多，他居然敢去攻击他，这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但是后来他又放弃了。Thank you.
只不太一样，是黑鸢，脚上抓着猎物的残骸，就是那只灰头东方泽狂吃剩的。它出现的时间并不很长，很快就往右边窜出去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敬请您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支持一下我们这个频道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